快手早餐和世界说早安。各位同学早安，今天你看到这里是一幅厨房的景象，应该就能猜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做早餐。好，三分钟做早餐，你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喽。好，三分钟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早餐呢？大家平时是不是会觉得做早餐是一件非常耗时然后非常麻烦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三分钟之内也可以做一个非常美味可口又好看的早餐。来煎个蛋，煎蛋的时候呢先要加一点点的油，这个时候让我们来加一点点的盐。哎，突发奇想啊，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带点辣椒面的早餐锅包蛋呀？感觉打一点会美美的。牛油果，面包底下放点生菜，多吃蔬菜对身体也是非常有益处的。选择了一些小水果和一些小的花生啊什么的作为它的一个点缀。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道就是我做的早餐。那我们再做一点别的东西吧。这个是叫圣女果，你先把它切开，然后呢再把它切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我们再弄一根香蕉，准备了一些龙眼。哎，龙眼放在这儿吧，放两个吧。那再放一颗橄榄，来展示一下，这哪是一份早餐呀，这是一幅画吧。其实啊，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吃法，橄榄其实可以蘸点辣椒面吃，也是会非常有趣。龙眼蘸酱油，噔噔。好啦，你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吗？当然不是啦。当当当当，这个呢就是我现在的新的秘密武器——手抓饼。来，出锅，放点生菜，我们再放一点辣条。手抓饼里边还可以放点辣椒面吧，带点辣椒面的早餐荷包蛋呀。橄榄其实可以蘸点辣椒面吃。Cool.再放点黑胡椒吧。好，这样一团美味满满的手抓饼就做完了。那今天的三份早餐呢就做好了，不管是这一款元气低碳的三明治，还是这一款接地气的手抓饼，都是为了给你的早晨有一个满满的元气。我也想提醒大家多吃蔬菜和水果，这样是有益身体健康，帮助消化，并且实行低碳生活，一定要记得吃早餐哦。生活不止 AB 面，每一个青年都是希望的开始，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早安。